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上千岛娃娃课。那小朋友们拿千岛娃娃书，然后打开第三页。好，小朋友们，现在呢我们要做练习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看在这里有图片是吗？那我们看这个是什么图片呀？这个是灯笼，灯笼。好，这个呢是什么呢？这个是花，花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对，这个是草，草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收音机啊，收音机。那这个是什么图片呀？这个是书，书。好，那这个是什么呢？是谁知道的呀？啊，这个是电话，对，电话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叫做汤，汤。好，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香蕉。好，很棒。那我们现在看在这里有字是吗？那我们一起读哦。鼻子可以干什么？他说鼻子可以闻花。那哪一个图片是花呢？哪个是花？是不是这个呀？不是。这个是花吗？不是。这个是花吗？是。那我们在这里，从这里我们把它连在花的图片。好，很棒。那我们看第二的，那第二的我们看它说什么呢？我们一起读。眼睛可以干什么？眼睛可以看书。那小朋友们，哪一个是书呢？这个是不是？那你看它已经连在书了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三的，来跟着老师一起读。耳朵可以干什么？耳朵可以听电话。那哪一个是电话？这个是电话是吗？不是。这个是电话是吗？不是。那这个是电话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是电话。那我们从这里把它连在电话。好，很棒。那我们看最后一个了，来跟着老师一起读。嘴巴可以干什么？嘴巴可以吃香蕉。那哪一个是香蕉呢？这个是香蕉吗？不是。这个是香蕉吗？不是。这个是香蕉吗？是。这个是香蕉。那我们从这里把它连在香蕉。好，很棒。那我们做到这里哦，小朋友们，再见。